闻到他们的味道了，外来者在炎魔的地盘上，追踪他们，找到他们，让我可以施以惩罚。不请自来的人，杀了他们，吃了他们。
不知，你们给我收吧。加尔山救不出来的，他同样啊，也已在火焰中重生啊！我也想目睹你们这些可悲的虫子化为灰烬，但别处还需要我，再会了。我现在有新的主人了，凡人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
住进入主人的要塞。哎呀哎呀，我真敬佩你们的毅力，巴勒罗克已经在这看门看了几万年了，但没有人可以踏入尖峰之火。求饶吧，我或许还可以饶你们一命，怎么样，英雄们，考虑好了没？想要吗？愿你路途平顺。敢踏入我的领域，我将以烈焰
净化你的傲慢。此次很有目的。你的死期到。我离得太远了，这个劫狱不欢迎。英雄们，他被困住了，解决他。等我杀光你们，你们可悲的残忍世界将因我的复仇而燃烧。结束了，也许吧。英雄们，这个世界欠你良多。拉格纳罗斯已经败亡，但是他所代表的原始力量永远不会消灭，总有一天会有人取代的。我不能使用这个。是的，塞纳留斯。我们必须持续不懈地看过这个世界，但今天让我们好好庆祝我们赢得的胜利吧。商品没错，再会啦，古罗马的朋友。